谢了，秘密我没能守一辈子，是我的错，是时候要放下了。我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，我只是希望梁永雄不再是那个不能被提起的名字，找到能够接住你的人，一定要幸福。你这张玩的是穿越哦，很有深度哦。既然是错误的开始，那就回到原点，重新开始。